老铁们啊，是秋肥了啊，看到没有？咱们这个机器就这么轻便啊，整机20公分，刀片13公分的加大的仓位啊，后面这个开钩呢10到15公分，随意调节啊。咱们这个呢是在语音播报故障播报的啊，把手能够迅速调短合适角度啊，看看咱这个机器，看这个效果啊，跟这葡萄地一样，开开钩，施施肥，除除草，松松土啊，效果就这么好啊。又来个最新款的开钩机啊，整机宽度20，刀片13公分，都是6无锰钢的，后边加上开钩，看咱效果啊。小机器大动操作起来很顺利，轻松一手就能操作啊，男女可以都是可以用的。来看咱效果，轻轻松松10来公分、20来公分，看这几只啊，有喜欢的。农民的好帮手，电动除草机，前边打草，后边开钩，一机多用，打开钥匙开关，转把就走啊，非常方便。像家里边老的父母。来，咱们看效果，开钩的深浅是可以调节的啊。